入园须知：一、停车场可容纳小车30部，大型游览车请停泊在路口土地公庙旁的广场，步行2分钟即可到达。停车场仅供停车使用，贵重物品请自行保管，不放置车内。二、入园费每人100元，三岁以下免收费，可抵50元消费。三、请爱惜主人用心打造之园区，花草树木及各项设备敬请共同维护，若有损坏，需照价赔偿。四、谢绝宠物入园，敬请见谅。五、山板桥唯一生态农场，动植物生态丰富，遇攻击性动物敬请远离以测安全，并告知园方处理。六、山区蚊虫较多，请自行做好防蚊准备，穿着以长裤及包鞋为佳。